系统监测到异常能量波动。考试系统出问题了，快检查一下。好的。阳格斗数230分，张浩格斗数180分，刘家格斗数59分，李光宇格斗数33分。什么情况？二号舱无法打开，内部显示能量已达到临界值，里边的人很危险。快，通知考场，手动开启二号舱。收到。现场，现场，手动开启二号舱。这次又考砸了。哎，这次模拟考试我们普通班又全军覆没。谁说不是啊，怎么能跟重点帮那班天才比呢？哎，这样还有一个。李耀格斗数530分，排名第二。他居然第二。第二。格斗数530分。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快去看看，走。快出来！出来！是你吗，班长姐？好样的，李耀！你小子是不是又去挑战重点班的难度了？嘘！哎，别别别别！哎。你这次太给咱们普通班长脸了，格斗术居然得了第二。你让重点班的那些人脸往哪儿搁啊？那必须的呀，秃鹫李耀，听过没？哥们儿可是从小在垃圾场混大的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啊，说你胖你还传起来了。各位同学请注意，九大联校模拟考综合成绩已出炉，经过零根开发度与格斗成绩相乘，排名前三的同学分别是贺连烈416分，斯嘉雪。哇，贺连烈又是第一，已经三连冠了。林根开发度又突破，现在75%。李光宇303分。我的天哪，斯嘉雪也厉害啊！林根开发度71%，位居第二，不愧是豪门子弟，没法比，没法比啊！排名第六，赵琳290分，排名第七。哎，太可惜了，谁让咱们是杂鱼班呢？跟重点班哪有得比啊？你说对不对啊？那咱们哪有那资源呢？哎，李英，下次再说啊！好，等等我。别往心里去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。我必须把灵根开发度提升到60%，否则重点班那帮人只要考300多分就能轻松碾压我，更别提什么九大联校了。要想再提升25%，行啊，砸钱呗，各种天才地宝、强化药剂当水喝，特训专用明修馆当家住，一个月好几万砸下去，总会有点效果吧？能提升个1%吧？要么你就等着天上掉馅饼吧。嗯，哎，快快闪开！靠边，靠边。你想什么呢？林根这么低还不让路，小心被撞飞。走走走。
学们注意，十分钟后开晨会，请迅速到操场集合。同学们注意，十分钟后开晨会，请迅速到操场集合。你小子不会是看上司家雪了吧？这可是咱们学校的女神。他家和赫连家族是世交，据说两大家族有联姻的意思。赫连烈对他也是势在必得，你就别羡慕了。嘘，有啥好羡慕？